請到香港女子排球隊的隊長譚若瑜和我們分析一下。隊長，今天就是日本的主場了，俄羅斯就是歐洲的一流隊伍，主場有沒有些利？一定有啦，不過但很明顯其實俄羅斯應該是會被看那一線。好了，球隻雞開始就紅衣的俄羅斯發球，扣發球，日本這邊主場13號， 這個座座木尾幾就真係幾大除下的，現場的觀眾又唔使諗啦，全部都係爭，八成九成都係日本球迷喺幾犀利。但第一球日本隊難忘成功喎。平均身高嚟講日本啊真係輸蝕啲㗎啦。咁俄羅斯咧好多都1.9米㗎。嗱，扣發球六號咧就係大冠美奈子，會飛唔打，九號咧就係迪真高啊。 人家真係認真高啦，佢唔打話放個短波搞掂咗。有時候打波咧都唔一定話要大力扣嘅。10號咧就係伊華斯卡亞先投手，好明顯啊！日本隊5號仔都算高㗎啦嚇，跳起上嚟對方攔網仲犀利。好啦，重投手，斯 k 左手都掂喎嚇。哎呀，結果咧日本隊咧打出界。咁啊，俄羅斯嘅重投手咧就係4號嘅普尼高娃。 頭先咧就係左手啊，斯加Q打埋啦。俄羅斯領先1-0，搞掂2-0啦，真係平均高度嚟講咧就唔夠啊。俄羅斯嘅迪真高，咁啊，屋檐式嘅籃網，咁啊搞掂咗啦。2-0啦，俄羅斯贏到。後面重球，哇，好靚，真係好靚。13號呢個。 助助木比幾，好順啊好順啊嗱，後二點五，好精啊打條直線啊！好啦，扣發球，哎呀，似乎出界，讚完佢咧就緊張咗少少啦。好啦，9號就迪真高，1.90米，後排進攻，又俾俄羅斯頂住，哎，好重手啊真係。 打到落去對方籃網，並不聽到啦，跳得真係相當之高，手腕又重，真高發球，四位，好嘢！日本隊冇計㗎啦，平均身高唔夠人打咧，要打啲開網少少嘅，拉長啲，係攞個手腕以快為主啦，重扣咧定唔夠對方嚟㗎啦，12號咧就係呢個大圓旭9尾。 四位，俄羅斯呢下咧打出界，日本啊先攞第一分，1-3。咁我咧就江藤直美，哎呀可惜啊！發球出界，係兩次㗎啦已經。江藤直美咧就係1.86米。點啊？唉，日本都係整啲㗎，打二號位。 第二球啦，11號，滿永一美。其實身高差咁遠咧，的而且確係要拉開兩邊打，盡量係1:1嘅攔網先至會有啲甜頭咯。好啦，飄忽球，唉，搞掂。嗱，本來咧嗱，見到俄羅斯绿色衫呢個咧就係自由人，應該佢嘅防守一傳係比較好嘅，我覺得隔離嘅隊友同佢爭波，默契唔夠啦。2-3，滿永一美。 再發俾佢啦，系啦，快波，哎，冇計啦，一傳起到咧，呢邊5號啊，揼釘咁揼，始終身高有一段距離啦。莫魯素娃發球，一傳破壞咗啦，後排進攻唔夠高啊，自由人果然醒啲啊，飛身救到，哇，後排進攻，哎，冇計啦。 2號位後排進攻打直線，高啲拿你睇嗱，好強好強啊！其實佢哋後排攻擊同前排都係冇乜分別㗎啦。佢當前排打都平時練波都唔分前後排，應該都。日本隊防守咧就溝，哎呀，個攔網就好難搞㗎，對方打落網。呢場咧就係歐洲嘅。 對亞洲嘅最強啦，亞洲要防守為主啊，歐洲就高 Q 大炮。
好啦，日本隊猛打手勢，攞發球。哎呀，呢球波拋嘅時間唔係太好啊。其實應該再嚟過，唔好咁開啊。係啊，鏡頭影住咧就係大遠旭久美啊，2-4，哇，4-2俄羅斯領先兩分。調翻轉就唔係啦，呢發球強好多嘅。好啦，餐市喺俄羅斯呢邊，貝菲，唉，好難得見到13號呢、這個，助助木美幾難保網。係好難見到鏡頭嘅，因為俄羅斯擊球點太高啊！不時啊，時間嗰度掌握得好。啊，譚若如你就打快波㗎、遇到俄羅斯啲咁高嘅攔網，點樣去避開佢嘅手呢？其實打快攻最緊要就出手快先啦，最緊要係快，力量嗰度唔係咁緊要啊。咁如果見遇到呢啲比較高嘅球員咧，最好就喺佢手邊打。好啦，俄羅斯呢邊收正球。啊，你睇啦。攔到網都好難的，日本隊三個人拍曬右邊，係1、2、3跳曬啦！哇，打你單隻手，打澳仔嘅右手直線。咁啊，俄羅斯咧就似乎真係實力高出幾皮啊！日本隊嘅教練咧就哇好緊張，做曬手勢。唉，冇辦法啦，強弱懸殊。嗱呢邊俄羅斯嘅招牌教練啊，卡寶啊。認真大聲，佢唔使咪嘅，全場聽到佢把聲嘅。啊，有一個好奇怪的現象，我哋見到俄羅斯嘅防守球員奧基恩高啊，上次嚟香港嘅時候佢係助教嚟嘅喎。係。啊，今次啊變翻球員身份。啊，即係仲打得下嘅，可能上次佢受傷啦。可能係啊。現場咧真係九成日本嘅觀眾啦，打氣 Nippon 好有氣氛嘅。好啦，咁去到咧而家比數去到啊13-13打平手喎、日本隊咧從後趕上，頂住佢，唉攔到。好啦，真係打啦，唔打冇啦。佢係打足手出腳，大家唔好以為咧佢打去歐西喎，好明顯技術嚟呢下，向住天去打。呢球打得好啫。咦？好難睇到啦！你話佢捉到定捉唔到嘅球證啦。好啦，日本隊係反敗為勝，14-13領先一分添。周正波又攔到啊！哎呀，可惜可惜！啊，一號隊長都話：哎呀，爭少少。一號多次見麻子咧，比較經驗豐富啲啦。好啦，13-14。12號嚟啦！哎呀，點解唔打啊？打完足九尾，後排正攻，裁判話掂咗地下啦。好啦，14-0。日本呢邊咧多次見麻子仔，中間難網難睇啊，啱避過曬嘅。12號咧就大完足九尾，總救手又嚟啊！大完，弊啦弊啦，唉，俾佢起咗跳唔掂。好啦，你多次見麻子，又唔掂，再嚟又打中手腳，好嘢好嘢好嘢，真好嘢！呢只矮細球員冇計啦，見到四隻手喺曬上面，打，唉，真係越犀利啊！大越足九尾，純技術表現，14-0，偷發球，估唔到第一局咧，日本逼得俄羅斯咁緊嘅。唉，真係啲重炮真係犀利啊！捉手好啦，俄羅斯又係重炮啊，唔使諗啊，有救到，重球啦，搏啊，好搏！日本隊嘅防守真係犀利，冇錯冇錯，幾球咁啊，重球都可以接到。嗱，8號咧，呢個就係紅前之家子啊，紅前之家子後備入替嘅，1.81米，24歲。打完喐，好啦，又系4號位啊！唉，冇辦法啦，冇辦法啦！俄羅斯咧冇辦法，只係靠呢個安達摩魯娃同9號迪真高兩支大炮。沙火場邊嗌住，估唔到日本隊咁強嘅，即係主場咧係打高三線波啊！又救到4號位啦，再嚟都救到喎、紅前，哎呀，連打3球，又俾佢啊！紅前冇力啊，仲俾佢，
連運都贏埋，好嘢好嘢！第四球打得冇計啦，跳到盡啦。八號咧就係紅前啊，紅前之家子，1.80米啫，哇好開心啊！好啦，十五號出，五號入，江藤直美入嚟啦，高妹1.86米。哇，最高位佢啦，本隊加強個攔網，多次見麻子發球。冇啦，唉，安達摩洛娃，冇辦法啦，十拿九穩啊，冇辦法啦，真係。呢五六分啊，打佢一個啫，九發球，好嘢，唉，有位紅前啊，頭先打四球，仲有氣，1.80米。對1.90米的攔網打過網真的不少嘢嘅，又扣發球，好波，好啦，差之嚟日本隊15-14贏埋呢分啊，空前，係啦，大炮嚟啦，又救到，俄羅斯就唔打快波啦，1.4米位強攻，唉冇辦法，見四隻手。其實我哋細小球員去攔網咧，攔啲蘇聯大炮咧，應該係攔咩線就好啫？啊，陳德源。其實如果你咁矮小嘅球員咧，我諗都唔好期望話可以直接過到對面啦。主要就係綁高少少隻手，希望我波打咗之後可以彈高，等後邊嘅球員去救啦。係，先保護自己嘅後場區先嚇。係啊。好啦，五號仔呢個日本呢個江藤直美咧，要頂住高天拿嘅大炮先得啦。十號。華斯卡亞快波咧，有位紅箭啊！唉，好掂啊！唉，佢嘅專項我知啦，專項就係捉手出界，一尾打平波，15平手啦。對球員嚟講好難打呢啲嚇，好緊張嘅。係啊。啊！日本隊再調動，12號出，4號入，4號咧就神田千繪，1.83米。六三呢就奧基恩高，亦都做過助教嘅。誒、哎，裁判咧就判，似乎打到標誌杆啦。日本隊咧又有機會啦。黑色呢個就自由人啊。好啦，又係大彩。唉，冇辦法啦，高天啊，一個高天啊，一個安達摩洛娃，唉，兩支俄羅斯大炮。6隻手都被他打穿，好了，迪真高高發球，12號就是大遠旭九尾，輕輕而已，4號位大遠，哎呀，真的捉著就這樣捉回下來，高度是差得太遠，都像紅前一樣，一尾就打捉手出界了，好了，16平手，好緊湊啊！好波，唉，又打到食埋波餅添，滿永一尾11號。嗱，呢個球員打2號位有一手嘅，搏手好快，16平手，搞掂！唉，江藤直美直接得分，一傳失誤啊！日本隊咧估唔到打得咁好嘅，結果咧以17-16丟時之下咧就贏咗第一局，全場觀眾咧就係拍爛手掌啦嚇。我轉頭翻嚟咧睇下第二局日本隊係咪咁醒先。又錦標賽咁啊，第一局咧17-16日本隊贏咗嘅，咁第二局咧就10-6啊，俄羅斯咧就領先緊4分。咁啊，呢個就係嘅統計啦。咁誒，攻擊嚟講咧，俄羅斯咧就係攞到13分，日本係6分嘅啫。好啦，日本隊第一局咧就係威係勢啊。好啦，10-6，俄羅斯啊領先緊4分。喂，一開波咧就出界啦。咁啊，日本隊3號呢個咧就係自由人啊，津雲。
托子。哇，大圆。有位冲抛啊！哎呀，顶得顺。啊，冇办法啦，挡得住咧都污咗埋网。六号咧就大冠个美奈子，打收势啦。好啦，发球咧就系五号嘅苏高露娃，扣发球。哎呀，太埋网啦！哎，多次见麻子都冇计啦，太埋网啊！打啲後飛咧，如果對方攔曬網又點打咧？啊，譚玉瑜，其實都係同後二嘅打法有少少似嘅，盡量打去左邊手，係打去足手出界。呢波後排嘅球員係好難接嘅。我見俄羅斯教練咧好惡死啊！站球員立場嚟講咧，你會中意啲教練比較同你係話溝通多啲啊，定係話佢個紀律係比較強啲嘅咧？俄羅斯嘅教練真係惡到冇譜啊！真係全世界都知㗎啦。不過我諗佢哋都係習慣咗㗎啦。可能佢哋嘅溝通方式根本就係咁樣。可能個個都係軍人出身都唔定啊！好啦，俄羅斯咧就領先咗幾分嘅。日本隊咧就主場之利喺名古屋體育館咧就第一局咧打得非常之燦爛嘅。好啦，俄羅斯發球，11-6啦。哎呀，多次見麻子，第二球都打唔到啦。好在呢球攔得到。好波。高天娜打啦，哎呀，冇乜線度啊，手腕重啲就好啦，呢球撲咗埋去打。嗱，八號咧就係第一個打得非常之好嘅紅前啊。好啦，卡普咧就調咗個11號出嚟，一未坐低咧就鬧到，唉，真係唔識點講啦，佢習慣咗係咁噶啦。哇，多次見麻子發球。一傳破咗，哎呀！又係 OKN 高咧，又係助教嘅球員，今次係老貓燒須啦。啊，俾多次見麻子咧，直接得分。佢呢個波咧開得唔係好飄啫喎嚇，點解咧？日本教練咧就國和新元啊。好位四號位，哎，好波好波。因為高天娜咧嚇又高，安達摩魯娃發球啦。麻地啫，哇！四號位紅線，高天娜嚟啦！啊，手腕真係好重啊！六號呢個高天娜，啊，聽到卡布一鬧咧，就望一望教練先。12-7，安達摩魯娃，貝菲嚟啦！四號位紅線呢邊。始終啲紅前咧，俾佢打穩陣少少啊！高天啊，唉，冇計咯，難就難到啦，13-7，你睇下，日本隊始終係星球手比較矮少少，冇辦法啦。即係喺手頂打。係。貝菲又難到。只不過我哋亞洲人嘅背飛咧就比較個力量比較弱啲，唯有靠個線路變化嗬。係啊，同埋都夠快咯。好啦，又係控錢啦。好吧，哇！日本就冇掂到，冇掂到，哇！7-14。去到呢段時刻咧，日本隊你覺得佢同第一個打法有冇嘢唔同咧？我覺得似乎係立咗啊！第一局嘅防守係比呢一局好嘅，可能因為體力嘅問題啦，始終佢哋矮咧，戰術嘅變化比較多啊，所以好快就會體力下降。嗱，好明顯啦，阿紅前呢卡咧就係去完佢之間跪咗喺度，救唔到波，好犀利啊！第一局啊，連打四球，14-7 set point 啦，考驗好波。啊！呢啲係日本嘅看家本領啦。11號滿尾啊，睇慢鏡，滿尾一尾，影得好靚啊！球波。啊！日本又要調動啦，4號入，12號出。4號咧就係神田千倍，日本教練國和新元啊。啊！而家新麗教練可以企喺度教路喎。係。
比較寬鬆少少啊，有啲氣氛啦。係啊。啊，又難到，不過咧就始終咧都係四號仔啊。呢、這個神年千佢比較矮啲，1.83米。好啦，有調動啦。12號嘅大遠旭九尾翻嚟啦。佢大取入嚟啊！係，佢打呢個2號位比較好啲嘅。睇得唔得先？12號，係冇錯，打得唔錯啊。弊啦，哎呀，呢個上網差少少。弊啦，俄羅斯呢邊嚟啦，扎定馬啦，高點，高點啊！唉，冇辦法咯。冇辦法啊，真係扎定馬喺個中間空曬啦。今日高天霞打得好好。好啦，俄羅斯咧就追翻一盤啦，15-7。咁啊，差距大少少。日本隊攞唔起第一局嘅意志同埋防守力量。阿譚玉瑜啊，日本隊嘅身高咧同你差唔多啊，即係1.8米度啦嚇。咁其實而家對住1.9米嘅球員咧，有咩板斧咧？真係。其實第一局嗰陣打得好好噶，打足手出界。因為呢啲比較高嘅球員防守一定係比較慢啲。如果你可以打到一啲可以我哋話古惑啲嘅波啦，要佢哋移動嘅話咧，咁啊會好啲咯。係。第一個見佢哋拉開咗兩邊咧，打2.5啊，打一個 rainbow 過去都打得好好嘅。係啊。但係第二個可能真係體力差少少啦，少見咗啲係跑動嘅波。係啊，其實亞洲啊或者一般比較矮嘅球隊咧。跑動是更加需要咯，咁先可以拉開，因為對面嘅攔網太高啦。如果你唔拉開嘅話咧，一定會打得好辛苦。好啦，我轉頭翻嚟睇第三局嘅比賽情況就錦標賽。咁今集我哋講波，除咗我侯子都中意嘅，請到香港女子排球隊嘅隊長譚若瑜同我哋講下波嘅。嗱，打咗係到而家咧嚇第三局嘅情況啦。咁日本隊咧一局打得非常之漂亮，一局咧就比較體力下降咗少少啦。咁而家個戰情啊，譚若瑜你覺得點打咧？應該？我想在這個時候日本隊已經是體能方面是差了很多了，可能在第一局的時候消耗得太多，特別是八號仔紅前短頭髮這個呢，第一局可能一波太盡了，或者第三局見回他好像活力就好一點就對了。好了，3-5多次見麻子發球，貝菲喂好清脆啊，俄羅斯的貝菲就厲害了，好清脆好清脆，直身高佢成個背脊力咧壓埋去嘅波，跳得高啊，冇辦法。好啦，安達摩魯娃跳發球，好波，唉，拉開咗籃網啦，已經係高天啊！啊，高天啊，呢球咧俾五號啊，日本隊最高1.86米嘅江藤直美捉翻落嚟。日本隊都好開心啊，籃網嗰度。睇下高天嚟，高天，哎呀嗱，打個時間慢咗少少嘅高天啊！矮咗，一傳好靚啊！又係貝菲，捉到路噶啦，紅前已經捉到路噶啦，嗱捉手出界，嗱呢個就係紅前啦。一傳好靚啊！哎呀，2.5米咧就太矮啦，又係紅前啊！我真係驚紅前打多兩打咧，第三局尾段真係要下腳軟喎。我想他呢球都是想打足手出界，不過就哎呀，係啊，係啊，唉，即向住界外打啦，真係冇辦法，太高啦，6-3，係高妹，有時好難啊，打快波，見曬四隻手攔喎，你撇線就驚 out ball， 所以個手腕就好重啦。好啦，9號嘅深山純子係入替，5號嘅高妹又係唞唞先啦。日本教練咧國和新元啊。佢睇日本隊打嚟咧，就比較機動，係立體戰術多啲嘅，同以往日本隊係靠快靠防守咧有啲差別啦。嗱，10號係華斯卡亞，又中間2.5米，好難過啊！真係我諗空天，好驚高救到啊！高天啊！哎呀，中正頭槌，好波，又救到，頭槌都唔緊要啦，頂住佢，又係高天啊！又救到，好波好波。哎呀，冇辦法啦！你睇下手腕幾重，真係，佢都冇助跑，你睇下，企度打都得。呢個迪真高，有慢鏡睇下啦。不過雖然呢個日本隊輸咗呢球波，但係佢哋嘅防守真係好好，好積極啊！三個籃網啊，飛身救到，但係咧，你睇下，係個原地跳揼釘，真係冇計啊！九號呢個迪真高。國和新元，大
大意估啊佢啦，已經打翻個射出嚟。現場咁多球迷打氣，唯有係咁樣啦，冇辦法啦。反正第一局嘅拼勁出嚟咧，應該有得打嘅。啊，呢邊卡普反而就冇聲出喎，嚇，好少見佢唔鬧人喎。可能佢好滿意啊。日本隊咧，今次主辦世界賽咧，就有16個城市係舉行嘅。而家打緊呢場波咧，就喺名古屋打嘅，係半總決賽。好波，唉，嗱呢啲日本隊看家本領啦，快波。九號就係啱換入嚟嘅深山純子啊，好啦，又換人啦。4號嘅神田千古入，12號嘅大院旭久美出嚟啦。啊，教練即刻教路，啊會唔會就要打突勾啊咁打咧？好啦，紅田。哎呀，點解啊紅田？你唔係冇力啦嘛咁快。大意啦。3-8，有5分嘅差距。飄忽球，好波，一傳好靚啊！4號仔，哎呀入嚟咧未熱夠身啊！神田千倍。不過見到呢局波，日本隊係多咗換人喎。係。會唔會係一個戰術咧？神田千倍咧就比較經驗好啲啊！1米83，27歲，咁估唔到打球波咧真係咁好簡單，好輕鬆打 over 嘅。啊，7號綠色衫呢個就 OKN 高啦，自由人做個助教啦已經係。哇，好飄忽！哎呀，好驚高！我記得第二次咧，老貓燒須啦。自由人啊，注重防守㗎，點知佢咧就兩次都係直接失分，就唔係得分啦。4-9，深山純子啊，好飄，真係好飄波。呢邊嚟啦，安達摩魯啊！啊，呢個5號啊，唔係安達摩魯啊，呢個係5號。拿華雲斯，又是高 Q 大法，哎虛攻球，日本隊不怕你的虛攻球，好了餐士又來了，2號位，哇好重手真的，哇日本隊救到了，日本隊有一個好好精神，你殺幾強過你的球呢，他始終都會有人碰到球的，奮不顧身跌去飛身下去，他肯碰到的。哇！現場球迷好犀利啊！好啦，又到沙堡嘅表演時間啦。佢講嘢真係唔使咪啊！10-4啦，俄羅斯領先係6分咁多，局數咧1-1。這邊呢邊咧，國和新元都係啊好大聲喎，希望刺激到自己隊嘅士氣啊！嗱，而家新麗打嘅波咧就係3色嘅排球，比以往白色嘅排球就係 sharp 好多。即坦白講，啲人球員開嘅飄忽波靚唔靚咧，睇到啦啊！以前白波咧就唔好覺嘅，而家啲波飄唔飄咧睇到啦。同埋球嘅氣壓咧都係減弱咗嘅，咁即係證明而家排球咧，男子又好，女子好咧，個力量太大啦，個球咧將個球嘅氣壓減低咗啲咁多，咁啊方便防守咧，同埋扣殺嘅力量係冇咁大嘅。好啦，而家技術統計啦。俄羅斯的攔網比較佔優啲嘅，好又係扣發球，麻麻地啫。好啦，收正球。哎呀，呢、這個4號仔似乎冇乜力咁啊！神田4號仔，神田千倍咧，好似入咗嚟咧都係未熱身咁樣啊。11號咧就係滿永一美啊，好靚，直接得分。啱啱開喺兩個人之間。大家唔好以為佢哋殺波就係開波嚟嘅，而家啲波，佢真係太高，1.9米嘅打落去啦，睇嗱，拍得好高，同殺波差唔多嘅咋，啊呢球咧就大意啲啦，我個手腕冇咁重啦，不過唔怕，有本錢啦嚇，俄羅斯12-4領先緊，好啦，前排咧日本隊有多次見麻子啦，11號就係滿永一美，一傳都到位啦，好啦，重扣。得啊！二位又嚟啊，又掂嘅，又救到後排進攻，控前快波，好波！唉，多次見麻子嘅老將啊，已經係啊，打落快波。8號嘅紅前就布咗喺呢個後排啊，一傳好靚，
有位四號位，安達摩路娃，好計啦嚇！安達摩路娃，俄斯好傳統嘅打法，好高點嘅扣球。如果攔網嚟講，譚若瑜啊，我哋身材比較矮小嘅攔網咧，應該係話我要封死係條線好啊，定係攞個扣球點好呢？其實都係封條線噶啦。呢球波咧，日本就打過去啦。其實主要是封條線啊，即係期望可以俾佢打兩邊手，我哋就佈住嗰個位置。日本隊仲係負隅頑抗噶，又係大炮。日本好成功啦，已經保護到個長區嘅，已經攔網。係啊，其實可以彈高個波都已經係成功咗一半噶啦。冇錯，你有冇覺得係俄羅斯隊咧打法比較消極少少啦？戰術唔係好多見啫，嗬？係啊，其實男排都係咁樣，男女排嘅俄羅斯隊都係主要係高點扣殺咯。同巴西隊啲又唔同，巴西係好多小組進攻嘅。係啦。好啦，多謝健麻子，哇！真係打到面都青埋啦，真係。嗱，俄羅斯背佢右腳，日本真係抵賺嘅啫。呢個幾強咧？起碼係個防守人掂到個波先，包隻紅線啦。你睇下啦，我係好重扣嘅，都救到多次接埋一號仔，紅線啊，太高啊！飛身紅線又嚟啦，車線後排進攻，安達摩路娃好波，全個日本隊咧即係前仆後繼咧咁嘅防守，即係攻防大戰呢場係日本啊主場之力特別係醒神嘅，安達摩路娃。好勁啊！真係，你嗱，扣球的發球打得過去咧，幾乎好似擋殺球咁樣嘅，好難控制個波。又係佢啊！安達摩魯娃，呢個出好望啦。5-14，比數拉開咗啦。睇下本隊有冇咁嘅韌力咧，係拉近啲嘅距離啦。哇！好犀利啊！呢個高天啊，紅線好波！哇！俄羅斯都唔錯喎嚇，動作好快啊！好嘅，會飛。我哋唔見俄羅斯中間打咩快波啊！真係嚇。係啊，中意打會飛多啲，因為打兩邊。咁啊，俄羅斯近來咧嗰個背飛嘅水平提高咗好多啦。以往咧就係小平拉啦，同個快波比較好啲嘅。哇，高天啊，冇位咯，冇位啦，冇位啦。日本隊似乎啊翻嚟啦喎，始終有咁多觀眾打氣啊，爭啲嘅。好啦，紅前發球。高天啊，撲埋去車線啦，冇計噶啦，唔可以轉線噶啦，追到，可惜噶。其實呢球如果唔接，會唔會 over 咧？係啊，大冠美奈子都話：，我走到氣咳啦，真係冇辦法啦，搏到盡啦。好啦 ，set point 啊，14-5啦。我日本隊神田四號位，轉直線。咁啊，俄羅斯贏埋呢分15-5咧，就結束咗第三局賽事啦。卡普咧就好定喎嚇，咁啊贏到2-1啦。只要贏多一局咧，就可以喺呢個 E 組嘅冠軍決賽有機會出線啦。決賽同我講波仲有譚若瑜啊。好啦，而家日本隊咧就真係劣勢啦，輸緊係1-2。咁啊，我哋亞洲球隊咧有咩板斧咧？我想嚟到呢度咧，就主要都是打多啲戰術啦，快攻掩多啲，期望可以拉開人哋嘅攔網，一對一打會比較容易咯。而且我而家日本隊嘅攔網就三個球員去攔對手呢個奧丁拿啦，同埋呢個安達摩魯娃都冇乜效噶啦。你睇啦，5號、6號一樣係咁高嘅，日本隊靠士氣啦。嗱呢一點咧就好值得我哋亞洲球隊同埋香港方面學習下嘅，前仆後繼去一路防守，唔理對方幾重都好啦，死都係攞個波先嘅。發二點，多謝健麻子，好嘢。11號咧就係滿永一尾啊，4-7，日本都落後緊噶。嗱精神嚟講咧一啲都唔鬆懈嘅，1號就多謝健麻子，
十二號就大遠喐九尾。哎，咁啊，吹俄斯星球手咧就 holding 喎。呢球一傳太貼網啦。呢個華斯卡亞比較矮啲嘅。日本嘅江妹五號啊，就係江藤直美啊。破壞一傳。嗱呢邊嚟啊！哎呀，俄斯咧就唔敢打落去啊！日本有機會。哎呀，收陣好差啊，真係。再嚟個十二號，好波斜線打得好靚啊！呢、這個大圓喐九尾。哎呀，日本隊好少見到咁嘅噃嚇。不過俄羅斯咁高音波啊，真係好難攞。唉，俄羅斯似乎有啲鬆懈啦。五比七，日本都爭兩分啊，追翻平啦。咁啊，局數啊輸緊係一比二嘅。首號就係滿永一尾啊！又係高挑大拍，哇！好強好強啊，真係好強啊！呢個安達摩魯娃啊，可惜第二下就唔得太開網啦，多次見麻子啊，難到。艾達摩魯娃打波直情成個身瞓曬落去。高啊嘛，個網啊幾高啊，兩米，你一米兩米二四啫嗬，佢哋一米九幾。哎呀，好可惜。日本就開波出界啦，七比六。日本教練咧就係國和新元啊，有冇計咧？阿全破壞咗，十二號又要放啦，大圓足九尾，會飛。誒，裁判啊吹咗係攔網，係觸網啊，日本隊八比六啦。十二號咧就大圓足九尾，壓四號位噶。其實睇到日本隊啲腳步咧已經慢咗噶啦。係。呢一傳都冇投嗰兩個咁好。啊，畫面八號仔咧就大讚佢啊！我哋控前，佢喺後備入替嘅啫喎。係好生啊，一米八零啊。係個全名紅前之家子五個字嘅，我哋簡稱佢紅前得啦。打得好生啊！哇，你睇下啲俄斯打得幾犀利啊！真係六號就係高天拿啊！二號位又咁勁，四號位後排咧仲更加犀利嘅，有助跑跳起上嚟，一米九嘅跳地好犀利啊！好吧，多次見埋啲落碗好重下噶，控前嚟啦！哦，又俾控前唔怕嘅佢，打四球都唔怕，又係啊，招牌貨，好嘢，捉手出界。呢個球員好有頭腦啊，知道唔可以硬打。誒，呢場啊打起咗呢個後備球員控前啊，日本隊。六比八，多次見麻子隊長發球，飄忽球，哎呀，緊緊爭啲出界啦！哎呀，好波勾到，弊啦！俄羅斯唔理嘅，飄飛又勾到，控前，啊，好犀利，好犀利，真係，哇！高天拿咧，真係你冇計啊，你咧！唔係好啱位嘅，已經係個招撲上去照打，佢都唔理個網幾高啦。六號高天啊，十一號就係滿永一尾，又係扣翻球。高妹嚟啦，五號仔，唉，打翻球代表作啦。江藤直美單腳起跳，呢球波落手快啊，所以可以避過到籃網球員嘅手打嚟斜射。好啦，大冠美來子。好發球，哎，好波，咦？施善原來舉旗話 out 波喎，裁判就 in 波，好啦，追翻球啦，七比八，日本隊嘅鬥志翻嚟啦，已經可唔可以追平咧？大冠美奈子開咗球靚，啊，好勁啊！會飛，始終嘅點咧真係唔夠人嚟啊，冇啊！三號呢個津雲博子。力真高打翻嚟斜線背飛，又係紅線啦！好搶鏡，真係好搶鏡，好犀利啊！啊，又開心，好輕鬆打得嚇，咦，好有力喎啦嚇！佢跑去開波彈下彈下，即係有時打起咗個勢咧，攰都唔記得咗咯。係啊。
使啦，麥高天啊！哎呀，後面安特摩羅後面喎、啊，好似冇乜準備咁啊！係兩支大炮，又8-7。俄羅斯呢邊啊，只係打兩個啫嚇，高天啊同安特摩羅娃。日本隊呢邊咧就係有多啲變化啦，紅田又嚟啦。後排差啲啦，身材比較矮小啲，9-7啦，拉開咗兩分。俄羅斯，俄羅斯高天拿有孖邊呢個企咗四個位噶啦，睇下快波定係長波啦，又係長波。好啦，反擊12號嚟啦！哎呀，冇計啦，真係。呢球修正修得唔好，太埋網。對住咁高難網球員，啲波咁埋網。差不多是死路一條，都搏到盡了。這個大圓喐狗尾啊，嗱，四隻手擒咗落嚟啦。咁啊，國和新元咧都有料到啦，呢場呢局打得嚇，打得翻個鬥志。嗱，佢都壓個頭，好滿意，好滿意。嗱，反而贏緊波呢邊卡寶咧就唔係咁講，你睇下啦，隔離咧就星球手。十號嘅華斯卡亞，我真係戥佢隻右耳咧辛苦啊！唉，真係如雷貫耳就呢啲啦。你睇下，日本隊好輕鬆啊，仲係鬥志旺盛啊！冇錯，係非常之值得係我哋學習嘅嚇。輸波唔緊要，但係鬥志旺盛，防守咧就前仆後繼，呢就係亞洲球隊嘅特色之一嚟嘅。係啊，南韓都係咁樣。好啦，睇日本隊有冇呢個龍溜咧，可以從後趕上啦。嗱，六號仔星牛就打緊暗號啊，眨下眨下隻手睇下咩？哦，原來就是快波，好犀利啊！五號仔當藤直尾，好清脆，好清脆，打個斜線快波，個時間好好啊。啲球迷就唔係好明白打快波咧，究竟係個球員等個星球手升波俾佢啊，定係話跌翻轉到嚟咧？其實應該咧就係扣球手係跳咗上去，星球手睇住隻手先升過嚟，咁先夠快噶。仲可以有個後2.5啊？係啦，冇錯。哎呀，可惜。嗱，開失唔緊要，最緊要咧唔好破壞咗自己個團結嗰個士氣啊！7-10啦，開咗落網。俄羅斯領先緊3分，好埋網啊啲波！好啦，哎呀，又放俾對方，好啦，你睇啦，一 open 咗個攔網就冇得救噶啦！好啦，俄羅斯11-7啦，拉開咗啲咁多，哎呀，又放波，啲波太埋網，日本隊呢球真係好運嘅12號。啊！大完咗九尾，好運嘅啫，真係。其實如果呢球波死打，我諗都會難到啦。冇錯，太埋網，日本隊星球手要留意一下啦。嗱，紅前八號仔後排啦，大家鼓勵嘅仲係啊，滿永一尾八球。俄羅斯嘅快波唔係好強嘅啫。冇錯，唔好死打，啱啊。我救到，都係太埋網啦。好波。我看到捉手出界，看裁判怎麼判。哎呀，裁判說歐波，裁判有些猶豫啊，其實他也是想打捉手出界的了。11-7，多子見麻子。哎呀，不夠運啊，真是多子見麻子說對方是捉到手的，不過好像是打到白帶。是好了，12-7，後排進攻紅前，個戰術非常之好啦已經。但五號呢個咧就真係話話運利，好睇得好定啊！後排都唔掂，爛埋。好啦，哎呀，多次點為之有啲猶豫啊！啊，呢啲咧就唔係技術啊，純粹係鬥志個位唔啱噶啦，死都打埋落去。7-13，日本嘅隊長多次見麻子。嗱，八號咧就係紅前啊，上咗前排啦。八球咧就打完咗九尾，麻麻地啫。俄羅斯唔好理啦，後2.5，哎呀，捉手出界，好強好強啊！呢個蘇高盧娃1.90啊，五號仔
13-7 啊，仲有兩分咧，俄羅斯就可以3-1贏波啦。蘇古魯娃空前，哎嗱，招牌貨真係冇計啊！都係捉手出界。不過嚟到呢個時候，係要諗呢啲比較古惑少少嘅招數咧，先可能有得突圍噶。我諗咧，佢平時練波咧，真係可能揾啲男子球員去攔佢網。呢個係專項訓練啊！啲捉手出界打咁出色，真係好難嘅，真係好難嘅。好啦，多次見埋啲發球。係啦，又係重球手，唉，冇計啦。直情手頂打落嚟。安達摩魯娃，你睇啦，喂，好重球啊，好重球。無論前後排都好一樣咁犀利噶。但發球啊差啲啦，真係。我想保留呢句唔敢講啦，唉，真係。好啦，五號仔咧就係日本隊嘅快攻手，五號嘅江藤直美。係高啲啦，直線。好啦，發球權咧就喺翻俄羅斯呢邊。日本教練咧真係應該今次打得幾好嘅，算係啊。算係有交代㗎啦。大波，壓唔到啊後二五。好啦，差斯嚟啦本隊，控制你啦！哇，真係冇計啊！其實好難打㗎，打手頂嘅捉手出界。頭先你講日本隊升球手咧，將個波升得唔好咁埋網就掂㗎啦，太埋網好難打嘅。好啦，紅前發球。誒，裁判係吹咧，係掂咗地係咪咧？嗱，三號呢個雲春博子掂到個波㗎啦，13-7。唉，冇計啦，真係。一埋網就俾人抄。係啦，嗱，12號呢個都打得好好噶啦，呢個大圓旭九尾打得好好啦，已經係，但對方實太高啦，14-7 set point 啊，一傳好靚，有2.5，唔好放棄啊，推攻球，弊啦弊啦弊啦，又係大炮，唉，好實有救到，好嘢，好搏，捉手出界。唉，值得一讚啊！即係日本隊，後置可嘉，由防守變為攻擊，打得非常之漂亮嘅。十二號大圓旭九尾，我睇佢打得好辛苦啊，真係四個攔網手好高嘅，1.73米啫，佢只係。好啦，五號江藤直美復發球，弊啦，日本前排太矮啦。你睇啦，有救到，好難打啦。高啲拿你啦，好波好波好波。唉，11號，同埋多次見麻子組織嘅攔網，好難攔嘅，真係啲高天南嘅高點扣球。國和新元咧，應該就係大讚嘅球員，呢場打得非常之好啊！江藤直美，弊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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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俄羅斯咧又叫苦啦，有機會咧係結束呢場賽事。高天南。唉，一而再，再而三，太埋網日本隊，結果咧就係15-7，俄羅斯咧係贏埋第呢一局咧就係以3-1。呢場嘅復賽 E 組咧係贏咗日本嘅。咁啊，整場波嚟睇咧，阿譚若愚啊，俄羅斯係咪打出咗十足嘅本事咧其實俄羅斯嘅發揮，我覺得都係正常啦。而日本隊我哋睇到佢係鬥志可嘉，特別喺防守方面係做得好好。咁我覺得唯一美中不足就係可能個托球手咧，似乎就可能緊張咗啲。